这个是什么？南向路的这个咸雾，或者河汉峡，来到汉朝调建汉天子，求汉元帝赏赐一个宫女土地去做伊的王后，两国就要和睦相处。啊，汉元帝就可能说：啊，我用一个宫女去嫁桓王，这就求得两国的和平。嗯，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了，将叫做和桓呐。就安尼答应这个何韩霞的请求，啊，宫中跩美女哩，一听到这条消息的哦，哇靠，大家是惊噶，惊去选做去外面去做一番布咧。哎，你原本跩美女选入京哦，是可不得托皇帝去选着，甲这姐姐送去托桓王去做一番布咧哦，惊去一个西北去一个所在，升官适当，啊，甲我还呐。吃羊血连牛连龟身皆用我臭咸味，所以大家真个去幸会怀洪文官太监幸会哦，想要避开这条灾难。洪文官甲太监就将宫女的相捧捧来到汉元帝看，汉元帝看看这个啊水，那个啊水，这个啊唔甘，那个啊唔甘，上头这个桓王，甲看到王家军的相，真记这只鱼。这个有目屎记的这个另类的这个宫女啊，十年前已经被淘汰，送入去冷宫了。就说啊，就选这个托桓王去追慕，托桓王哦去洗，下洗各位王。汉元帝就安尼选王昭君啊上殿，故意讲迄个桓王何汉霞俄罗斯。哇，这个美女哦，是偌聪明，阁偌大度，啥适合无做恁种的迄条王后？啊，何汉霞，这个范哦，范邦哦，伊是无讲究啥物，看相哦，也是看命啦。但是是一听见汉朝这个皇帝哦，对了俄罗说，这个王昭君，这个女的，这个美女哦，以前的脸上说呵。啊！你都做恶了啊！就是王昭君就会做了。甲王昭君一夜行上金銮殿，跪了三呼万岁。汉元帝说：“举起头来，王昭君头壳夹起来，说一声万岁。”满朝的文武百官全，大家看着皆吊去，招招大嘴跟开，哇！什么时阵？宫中内面有一个抓水抓贴的美女啊，也迄个桓王何汉霞哦，哇，想说啊，这个汉朝皇帝是真心实意，要甲面这个桓邦好哟，要将这个抓水抓贴的美女想出台，所以就看到王昭君哦，哎，欢喜啊，未晓说，汉元帝就安尼行入宝座，来到王昭君的面头前。真抓这个王昭君哦，位头看过来，位脚看过去，左看右，右看抓这个王昭君，看来看去，认真看，规个个面哦，是较光，搁润，搁较迷，都那热呢，都无半点什么乌点，根本都无影什么一粒痣啊！我靠了，这阵汉元帝哦，想要反悔了啦，啊，要将王昭君留在身边啊！提前说了，是王昭君啊。你愿意去降罗去合欢，即阵只要昭君特使汉元帝马上就有家口啊，伊可以即刻天王别人，或者是将其他跩宫女哦叫来，托这个桓王家己哦去关。那在王昭君怎啊一年啦？王昭君说万岁啊！奴婢愿意承旨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意志了。所有的宫女都可以走去托皇帝选去合欢，伊都王昭君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。因为昭君身居冷宫十年，受尽了折磨，伫了伊看来，伊既留伫了宫中一时受伤，倒不如借合欢之机，远走高飞。获得人生的自由，所以啊，昭君才做出甲别人无相同的选择。
泉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频道，用心传播闽南乡亲新春，马上有钱，万事马到成功。国语文，千里马上有，李边路不上有，但是为何偏偏有要寸金买马棍？到底是西北东挖马衣，也是红马娘不上金？三鞭马下现兄弟，花马街上路半仙，行行万里路点马，马马怎能多空王？泉州讲故隆重推出2014新春特别节目《马年讲马》，讲顺讲金来马传奇，敬请关注。各位乡亲啊，这繁荣和谐社欢是欢啊，但是也看出的汉元帝哦别有用意，今日翻盘，大事一个翻盘呢，就变卦，所以马上前下文。自古君无戏言，你皇帝那反悔，马上要挑起新的战争，汉朝皇帝不得不连统国爱，登场四分，前特立雷强。啊，满朝上上下下都伫咧准备哦。你要送赵军去合欢，啊！即、这个汉王呢也准备哦，你要迎接王赵军哦去成亲的跩代志。但是有诶资料哦，并未说说即摆汉王是车人送配来汉朝，要要求即个美女去做王后，伊本身哦无家己来，因此迄个赵军出塞，叫出范那甲范冰啊，离无出范王。啊，赵军拜死父母。加班就是拜是伊的祖国咯，就出玉门关离去。汉王马上就安尼下旨，将莫延秀，包括内江所有怀、魏相怀、魏氏，统统斩首，炸抄因的家产、一国库，出了胸中的一个恶气啊！阿怀魏氏甲莫延秀，尽管大家叹那个油油油甲肥肥肥哦。即个升职落去咧，超赞咧！各大家嘛，人财两空，怀为是太师啊哦，较无半个。从此了后，迄、那个汉朝行多，就也少有人哦，通来为种人啊多咯。过后啦，有一撮文人咯、墨客咯，写真侪种事来议论这项代志，一般多计指责莫延秀。将伊哦大骂特骂，啊！这款诗是帝都诗啦，种诗哦是袂安尼流传的，是得到个宋代时阵，大文豪敖永修，伊另外写说：绝色天下无，一失难再得。虽然失话功，遇事竟何益？伊是反过来哦，直接这个汉文帝。著名的政治家，吼、哦，这个改革家甲文学家王安石，王安石伊也是影响逆反的种个思维哦，写一首甲别人完全无相同的诗来赞美这个王昭君，这义太由来话不行，当时王杀莫延秀，另外一个文人觉得说。这个王昭君也是真可惜，托一个抓干水的，将我抓绝色的美女哦，去嫁托范王，真正唔甘心，也就偏做是昭君出塞，这伫灭了顶面，伫咧断气白，啊一路断，一路抢，咪一路哭，天顶白咧个怀眼啊，看见安尼飞南风哦，飞去，听见气白声。看落去，看见马顶遐王昭君哦，是做咧抓水怀干，煞未过咧爬，啊有诶甚至哦煞跋跋落来，所以中国四大美女啊，王昭君哦，则托人清楚说晓得落眼。范冰送王昭君来到遐水，王昭君
看见北边的眼，都要南归了，都要北向南去了。伊唔知是何时何日，通过一日挖倒来家乡，通见着爸母兄弟，最后也是望就安尼跳落去，下水落去自尽。其实呢，王昭君并无自尽，伊去到北边，甲匈奴王结婚，啊，封做王后，王后哦，称做啥？称做令娥胭脂啦。令娥意思哦，就是要托这个藩邦平安吉祥的好位。啊，这匈奴王对这王昭君十分宠爱，从此了后就无阁派啥物骑兵哦。来骚扰抢夺汉朝在边境了，但是匈奴王几年了啊，就死了。啊，王昭君搁再受过一次的严重打击甲挫折。按照在汉那种匈奴王，也叫皇叔王子啊，啊王子就继承王位了。继承王位了，煞继承啥呢？煞继承先王的在边位，所以这个新的这个藩王就安尼哦。甲王昭君啊结婚，而且这样代志，佮新报到汉朝吼，推温存匈奴王死，王昭君并无归汉，而是夫死家之昂死只寄托家。史志记载，王昭君甲这个樊龙生有两个家，伊死了是葬伫樊邦，啊，王昭君的迄个某啊，据说。发芽在红青草，等你趟春天哦，怀草哦都软化了，所以人家将昭君这个母讲叫做青天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这个出汉关上中下三集，刚刚接到的哦。